是这么要紧我，你都未去管宋美华的要求，你都会替我，替我去把那个宋丹金的小狐狸精赶出去啊！好啊，你是愈讲愈离谱啊呢？对，我离谱，我整个人生拢超离谱。对你来讲，我只是一个连后头厝拢无的无名氏，我的人生嘛是抢来啊，连我的生嘛是，我就是害宋美华流散，未当阁生的罪魁祸首。真是的，怎么连你也知道？哪我讲起你会当活在这世界上，我过去的事是好啊。你坏呀！妈，妈。你卖飞过来哈，那这代志哦，我大人处理就好啊哈。水母啊！你是要安怎啦？啊，锁匙，记得锁匙。哦，好，我记得。你好嘛？你好嘛？Oh, shit.